OK，接下来我们看 From Tree 的 Chapter Seven Application of Electricity，这个是我们的英文版啦。Energy source consists of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and non-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啊，我们的能量可以分成可更新跟不可更新能源。那可更新的energy source that can be replaced continually and will never deplete 是耗尽。哎，那不可更新的话，cannot be replaced and will deplete 啊，就两个的相反的而已。那我们有一些例子啊，可更新的有 hydro energy、wave energy、solar energy、tidal energy，这个是潮汐能。wind energy、biomass energy 还有 geothermal energy，地热能。这一个 non-renewable 其实比较少。所以让你记那个 non-renewable 更加简单，因为它基本上是化石燃料，三个化石燃料：煤、天然气跟石油，啊，coal、natural gas and petroleum。当然还有核能，因为核能目前我们是用油给它撞裂开，得到的能源。但这个源，那个油如果用完了，那它就没有了。当然我们是可以找另外一个元素去把它撞开啦。但是可能就，但是就不是油了，就要找另外，当然也是会耗尽哦，就是跟石油一样，反正用完了之后，它很难的再更新。所以更新就是说我油变成了那两裂开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能不能够又再把它合回起来？哦，没有这么简单。OK，人的能力没有办法把它合起来。所以这个就是问题啊，就是弄裂它了之后，你又合不起来这样子，所以那个油没有办法再更新了。OK，所以这个是可更新跟不可更新的部分了。A generator 发电机啊，is a device used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发电了。Generator model is shown in diagram below. When the crank 曲轴 is turned, the current known as induced current is produced and LED light 哈，这个其实它的概念哈是初二下册第十章，所以这个顺序有点奇怪了哈。初二那边还没上了，我们先上这个。哎，这个是发电机哈，它是利用切割磁场产生电流的一个原理啊。所以再详细呢，我们会在那个初二那边再详细看。OK。In order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we must either have movement of wire. 哎，不过这边他也讲得很详细，就是我们要有能够产生电流，我们需要有电线要动，或者啊，这里用 or 啊，movement of magnet. 哎，简单来讲，其实最主要的是 the magnetic field lines to be cut. 它一定要切割磁场线。它的那个电线呢，一定要切割磁场线，它才能够形成电流啊。就是那个电流呢，叫做 induced current 啊，is produced in a connecting wire or solenoid。所以这边一个例子哈，我们的磁场线长什么样的？磁场线呢，从北极指向南极，从北极指向南极，所以它的磁场线来讲呢，稍等一下，它磁场线长这个样啊，一条、两条、三条。所以如果你那个电线呢，往下切割啊，像这样子，很像一把刀这样子切割它，它就会形成那个切割磁场，它就会产生电流。那电流在哪里呢？这电流流过这边，galvanometer 跟 ammeter 其实很像的。galvanometer 呢，只是它的零哦是在中间，那它不晓得那个电流从哪里来，啊，正极跟负极不知道从哪里来，所以它为什么会用 galvanometer 啊？就是它，因为你不同的切割方向，它就会产生不同的方向的一个电流，所以很多时候 galvanometer 跟 ammeter 的差别就是在于你 galvanometer 你可能是测的是一个交流的一个电流啊。OK，那再来这个呢？而且这个 galvanometer 一般上测量的电流会比较小一些
哦，然后呢，这个是 solenoid，它是一个螺线圈。然后呢，magnet 进去的时候，你想象那 magnet 其实这样的一个形状吧，啊，这样子一个形状吧。你一推进去的时候，它在这一个位置呢就会被切割了。就是推进去的时候，拉出来的时候其实也会，所以反正就是 move in and move out，OK，往前推或者往后拉。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magnet 不动，它线圈去动它。这两个基本上要指的是这个，就是你要么就是 magnet 去动啊，然后让这个线圈去切割磁场，或者你用那个线圈去动，去线圈去切割那个磁场也行啊。然后呢，这个也是一样，第一跟第三也是它一个是动那个线圈去切割磁场，另外一个是拉那个 magnet 出来。那个 magnet 往上拉的时候也是会切割磁场，所以这个整个的 movement 来讲吧，你只需要移动一个就可以了，移动 magnet 或者移动线圈，使到它的线圈可以切割磁场，它就可以产生电流。这个就是它整个一个概念。All right，那我们的power station electric generated at power station，所有的几乎我们的发电厂呢都是用这个原理的。所以我们的发电的前一个阶段呢，一定是动能，一定是机械能啊。像这个我们用我们这个叫什么火力发电啊？火力发电它要有燃料嘛，对不对？燃料燃烧干嘛？它燃烧水，它去煮那个水变成蒸汽了之后，蒸汽就会推动这个涡轮，推动涡轮呢，那个涡轮旋转，对吧？旋转机械能转换成电能，发电机把那个电输出来，过后再它拉，它再冷却，冷却那个水，再循环的使用它，冷却那个水了之后，再去煮热，再去推动涡轮。所以你会看到呢，从能量的角度来看，这个燃料有的是化学能，它化学经过燃烧之后，化学能释放出热能来。这个热能呢，被水去吸收了之后，就会形成一个动能，推动涡轮就会形成电能。你会观察啊，你观察后面这两个阶段呢，几乎都是动能转电能啊。你观察一下啊，再来看除了这个电太阳能啊，太阳电板比较特别，太阳能电板呢，它是当太阳照射这个电板的时候，那个太阳能电板上的电流电子。突然间获得了足够能量跳出来，所以它是直接从光能直接换成电能啊，这个太阳能电板会比较特殊一点，因为它没有用到 generator，它的这个电板呢，算是我们研究了很久，现在这个阶段呢，已经还没有广泛的使用，应该讲讲呢，还是价钱蛮昂贵的很多人还不愿意安装，因为它的。安装费用跟它的产生的电流的那个费用来讲呢，没有办法抵消掉。就是火力发电来讲会便宜很多，还是便宜。OK，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在马来西亚一直在推动，但是不是这么普及啊，不是这么普及。OK，还有呢就是水力发电了。水力发电呢，它要有一个 water reservoir 那个水库然后水库呢，因为它在比较高的一个地势。它在水流动下来的时候，推动发电机，也是一样的，推动这个涡轮旋转发电机产生电流。你可以看到，它是从重力势能转成动能，再转成电能的，又是动能电能，对吧？又是动能电能，对吧？后面的阶段，再另外一个呢是风能，风能直接这个风推动呢，就是本身就是动能的然后又是也是一样动能转电能，还有核能发电。核能，你以为说哦，核能好像很厉害把那个中子撞开这个原子啊，但是到最后啊，它撞开了之后啊，它会产生的是热，它产生热又怎样呢？它又是煮水又是煮水，那个 steam 又推动涡轮产生电流，然后你可以看到核能转热能，热能转动能，动能转电能，最后这两个阶段几乎都是动能转电能都。只要是动能转电能，它都是有用到我们的 generator 我们的这个发电机原理。OK，还有这个生物职能，生物职能、核能跟这个那个火力发电都是作为一个燃料燃烧产生热能来煮水。
啊，然后这个也是 chemical energy 咯，只是说话这个生物职能跟前面那个第一个的火力发电差别在哪里？上面的火力发电啊，几乎都是不可更新的能源，diesel 啊，natural gas 啊，coal 啊，这三个都是我们的化石燃料，对，这些都是化石燃料。在如果是 biomass 的话，它可能是什么呢？诶，biomass 啊，一般上来讲，它是一些发酵的东西，可以发酵产生 methane gas，这个是甲烷。那因为这个所获得的这些东西哈，它发酵的话，它是不需要这么长时间的。那可能是奶牛的粪便呢，来经过这个细菌的发酵，很快就可以得到。你想象牛的粪便，牛，我养牛，我们。一个农场养了成千上万的牛，牛大了这么多便，这个大便就可以生产。你想象可以一牛可以一天大多少便啊，对吧？所以这个大便呢、啊，真的是可以生产了很多。而牛大便还不够，你还可以拿人大便，好、啊，所以真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只是问题是他们的那个细菌分解的速度来不及处理。啊，反正那个问题，反而是出现在这个细菌的分解需要时间哦，所以这个 biomass 来讲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一个限制吧。哦，所以我有听说我有问过一个朋友，就是他读那个细菌的东西的了哈，我就问他，哎，为什么大便呢？说经过细菌的分解可以产生 methane gas，为什么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污水处理不用这个方法，然后就应该很多电可以，很多这个你电应该是可以用啊。他就讲，其实是人类的大便的量太大了，细菌根本来不及分解。因为如果你要来不及分解，你慢慢分解嘛，存在那里你就没，但是你又没有地方囤，因为人产的大便的量太迅速太快，所以它还是没有办法，它一部分还是要排掉的。啊，就是我用另外方式去处理，你不能等它产生这个 methane gas，所以没办法啊，浪费掉，所以可能在不未来哈，我们要想方法，怎样可以提升这个细菌的效率哈，让它可以分解的快一些啊，所以这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向啊，biomass 的部分，当然 biomass 除了粪便以外啊，不要一直讲它粪便，它的那些木材，像我们。我们的树木啊，枯叶啊，掉下来的枯叶啊，枯叶这些也是可以烧的啊，也是可以。当然，如果你讲直接烧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污染物啊，所以过后可能又要去把那个烧出来的空气又要再过滤一遍啊，等等啊，也是会有环境的一些问题啦。OK，but anyway，好过那些化石燃料，化石燃料用完就没了。啊，但是这个 biomass 的话呢，它至少说它是可以，用不完的，算是啊，就是因为我们数目很多嘛。OK，好，那再来看呢，就是电流哈，有分两种类，一种是 direct current 直流电，另外一个是叫 alternating current。那直流电是有哪一些？它的 electric current that flows in one direction，一般来讲用电池的。很多时候呢都是直流电，现在你可以看到 torchlight 有电池，啊，calculator 有电池，玩具车也是用电池的，几乎呢用电池的都是直流电的。那如果是交流电的话呢，会有一条 cable 插去我们的那个 socket 的，啊，都是交流电的，像这个 brake toaster、hair dryer、air conditioner，一般上是比较高大功率的，很。也不要讲哦，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用到弄车上面的嘛，对不对？我们的 battery 都可以弄在车，所以不是不可能的哦，有以后可能是大功率的，还是也可以跑 battery 只是说如果我们你讲做家具来讲，我们很容易的 access 到那个socket，我们如果要大功率，我们一般上会选择用选择用那个 cable 嘛，啊，除非它真的很不方便。像有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我有看过一个，就是
vacuum cleaner。vacuum cleaners 现在大家就觉得，以前一般上 vacuum cleaner 都是有 cable 嘛，然后吸尘啊，因为它的功率很高一样。但现在你可以看到已经有出现到用 battery 跑的 vacuum cleaner 了啊，所以如果是用 battery 跑的话，但是如果你有去细心去看它的 spec 的话，用 battery 的它的功率没有这么高，它的那个吸力也没有这么强。OK，所以这个就看你怎样取舍吧啊。OK，alternating current and direct current。还有在这一边呢，是比较特别的，它有介绍一样东西，叫做 cathode ray oscilloscope。这个也不要讲它是淘汰了的一个技术，它叫阴极射线显示波。它的原理是怎样的？它其实可以显示那个电压的一个走势，然后呢，它还可以开那个时间轴。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个电流的一个那个改变啊等等的，OK，所以这个是显示那个很多是测量电压，甚至测量电流也可以哈。所以the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is used to show difference in the shape of graph, direction of current and voltage change for direct current and alternating current，所以不管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它都可以显示它的电压跟电流的一个改变啊，这样子，而且有时间轴。等下我们会看这个开时间轴跟关时间轴的一个结果会是怎样啊？等下我们会看这样不同的情况，会有怎样的一个图形。再来是这个 transformer 变压器啊，它 is a device for changing the voltage, of an alternating current，这个一定要记得，它是交流电才能够使用的。你如果接上直流电它后端是不会产生电流了，也是不会产生电压的。好，直流电没，整个东西是不方向的。OK，然后呢，它中间这个是 laminated soft iron core，它跟电磁铁的材料是差不多的。OK，it's wrapped with two insulated coil 啊，这边缠绕的时候，它一定要用绝缘的，不然的话呢，它之间如果连在一起的时候就跳过去不行的。OK，所以它一定要 insulated and secondary coil 啊，所以它两个 coil，一个是要primary coil，另外一个是叫 secondary coil 啊。primary coil 呢就是电流接电源的啦，另外一个是接负载的，secondary 是接负载的。所以呢，我们的 transformer 有分两种，一个是叫做step up transformer 升压的电压变高，我们叫做 step up transformer，另外一个叫 step down transformer 降压的变压器。step up 的话呢，你主要要看的是它的电压变高了，它的匝数在另外一边是变多的，OK，secondary 比较多，还有的就是电流，电流来讲会倒转。电压高的那一端，电流会少。我看一下，primary voltage across the primary coil is lower than the secondary 这个是在讲电压的。另外一个是 primary 的电压会比较高，secondary 的电压比较低，这个是 step down。And then number of coil，你会看到它升压的话，就是 secondary 会比较多，primary 比较少，这个是 primary 比较多，这样子啦。所以它的 equation 哦，它的 V 的 primary 跟 V 的 secondary 的那个比例会跟它的线圈的比例一样的，OK 就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最后呢，这个 transformer 是用来做什么？其实它主要用在这个 transmi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lectricity。原本以前的时候是由爱迪生。他又做了一个直流电的发电机，但是问题是它的电流不能传太远它只能在同一条街那边发电，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华尔街哇最贵的一个地皮买了一片地来做发电机，然后呢整条只有那条街有灯罢了，但是过后呢那个地皮越来越贵了，哇，他租金越来越高，
它有点吃不消，它的这个发电厂啊的租金啊等等的吃不消。过后呢，这个 Tesla 就有一个想法啊，发电机嘛，发电厂呢，我们可以建在郊外的地方，然后呢，甚至可以拿自然的一个推那种水力来发电，过后呢就运回来。他就想，哇，你这么远运回来，怎样运呢？运到来那个电流没了，OK，他就想啊，不要紧，我们可以用 transformer 把电压拉高，电流降低，它就可以远程运输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OK，generator at power station，它一般上会有 alternating current，大概的 voltage 是11 kV 或者25个 kV，虽然听起来好像很高，但是对远程传输来讲还是不够高的。哎，过后呢，他们会有一个 step up transformer，把它拉到132 kV 或者275 kV 或者500 kV，500我是没有听过，我听过最高的好像是400嘞。我在 这个数据当然我们没有要求大家背了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印象中应该是400好像已经很高了，可能真的是有500了啊，那就传输了之后，它会有几段的一个 step down transformer 吗？首先，第一个呢，它在重工业区，他们会用到33 kV 的，所以降低了之后，给33 kV 的，过后呢，再降低变成11 kV 的，又是轻工业，所以你要11 kV 跟这个发电机差不多了，啊，然后呢，33 kV 它再降去415跟240，你会看到好像没有 transformer 了之间。为什么415变240不需要 transformer 呢？因为415它叫 three phase current，OK，它 phase 跟 phase 之间呢就可以得到415 V，然后呢这个一个 phase 的话就240，所以它之间哈415跟240其实是没有 transformer 的，不需要的，啊，只是 three phase 变 one phase 罢了，啊是OK，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那 three phase current 为什么一些大的 office 啊，hospital 啊，以我所知啊，只要你有用到 lift 啊，有那个电梯啊，电梯需要用到 three phase 的current，所以只要有电梯，你就要申请 three phase current。所以有一些人的家很大间啊，5层楼啊，或者3层楼啊，哇，我家里要装一个 lift 啊，这样那个人啊，班格路啊，基本上他可以申请哦，我要 three phase 的啊，让你让那个 TNB 帮你去接上 three phase 的 current，你就可以用了。OK，so 这边我不晓得有没有讲到，generator 是211 kV，25 kV，过后 step up 去这一个132、275或者500，然后呢，接下来呢还有这个 switch zone。Main 的 substation 转成，然后再 send to branch 的 substation，最后去到消费者。重工业的是33 kV，轻工业的是11，office 的是跟 office 的是415，然后呢住宅区是240。这边他就有讲介绍啊，这边很好啊，他有介绍 three phase 的，它其实是你可以看到一个 sine wave。两个 sine wave，三个 sine wave，啊，所以蓝色、红色跟青色，所以这个叫做 three phase system，啊，three phase 的 wiring。那如果你只是 one phase，你可能只是哪一条不了。OK，所以一般上呢，commercial 的就会用到这个。所以 three phase 的话，我们很多时候 phase 跟 phase 之间的电压就是415 kV，啊，所以是这样子来的啦。OK，那我们的家里的话呢，入户线呢，我们就有中线跟火线，live wire 跟 neutral wire，and then 会经过一个 main fuse，不是有 main switch 吗？main switch 在这里哦，OK，所以它有一个 main fuse，然后还有这个 electric meter，看你有多少用了多少电，要还多少钱，main switch 在里面，还有 fuse box 啊，electric。Earth leakage circuit breaker, and then 有 mini circuit breaker，这些都是小的那个
断路器了，断路器。OK，那再来的就是，我们家里的 socket 啦，左边是中线，右边是火线，左边是中线，右边是火线，这样子。然后它的还有什么呢？然后开关要接在火线上，然后有一些是 two-way switch。two-way switch 是怎样啊？它两个的 switch 哦，都可以同时控制一盏灯。两边要一样的时候就会亮两边不同的话呢就不亮这样子。And then 这个是三角插头，还有两角插头，差别在于那个第三个角是我们的 earth wire。什么时候会需要用 earth wire 呢？一般上有金属的外壳，我们会需要 earth wire 来连接那个金属外壳。然后这个三角插头，左边是中线，蓝色的，右边是火线，褐色的，上面呢是黄绿条纹的地线然后呢火线呢一般话也有一个 fuse 在那边这个好像是在初二的时候。初二的那个课程吧，所以它可能 jump up 放在一起。Safety component in wiring system in home 我们有地线是能够防止漏电，防止漏电的时候触电的。然后呢，这个是开关 main switch，避雷针避雷针是怕我们的 building 被电打到啦。然后这些是 fuse 电流，这个叫熔断器里面有保险丝。熔断器的话呢，基本上一烧了之后，你就要换整例了。虽然很便宜啦，一共几千罢了，只是说你要去买就比较麻烦一点。然后呢，他们会有断路器断路器、小型断路器，还有这个漏电断路器。那这些就是取代保险丝的这两个去取代保险丝。Electric efficiency 能源的效率，一般上我们会看我们的电流的 input 跟电流的 output，它的比例会是多少，然后再乘100%。像这个荧光灯，荧光 fluorescent lamp 呢，它是energy input 来讲呢，电流电能的使用呢是100 joule 的，还有55个 joule 是去了热能，只有45个 joule 去光能。所以我们看 useful 的 energy 就是光能嘛，45除以100再乘以100%，大概只有45%而已。那个白炽灯，那个爱迪生发明的，好像只有5%而已，更低所以这个 fluorescent lamp 已经就是那个白炽灯已经是有已经下令说不能再生产了全面要换这个。节能灯，甚至 LED 灯也是可以，LED 灯更加好。Energy efficiency label 我们马来西亚都有这样子，买电器的时候它就会有这样子评一个星、两个星、三个星、四个星、五个星所以就看你说有没有那个 efficiency 高不高。所以如果 efficiency 高的，你就获得5颗星这样子。OK，它会写 energy consumption 一年大概会用到多少电多少度电？我们一度电是用 kilowatt hour kilowatt hour，and then 还有什么呢？大概是这样吧。过后呢，电功率的计算是用 watt times，电功率是用 volt times current，volt times current，然后或者你可以说我们的电功除以时间。好像每次见到的4颗5颗星，我又看到3颗星了。如果3颗星以下，我看他都不敢卖了，对不对？你摆出来给人骂你。我有看过3颗星啊，没有星应该是他宁愿不要放了。我觉得有可能也是有规则说你至少要拿3颗星吧。我真的有看到3颗星，然后有真的买。因为它真的比较便宜一点，没办法。冷气机啊，我好像是冷气机买了一个3颗星的，可能心想说它，反正我们很少开冷气，久久开一次，我们就不要紧了，买便宜一点的3颗星的。
OK，好，so 大概是这样子了哈。这个公式我们应该在英文华文版那边有讲过了哦。P 是等于 VI，然后 P 是等于 W 除以 T 啊，这两个公式对。And then 我们要串 W 的话，我们用 P 乘 T。它这边用 E 啦，说 stand for energy。Alright，so 我们是叫它 work 啊，我们用 W 啦，应该也是可以啦，哦，应该不是太大问题。所以，如果我们要算它的 work in joule，我们就用 kilowatt times 它的时间，alright，2000 watt times 30分钟。你要用焦耳的话，你就要换成秒，哎，30分钟是1800秒，然后再乘进去，你就得到3.6×10^6了，九。电流强度的话，电流强度等于电荷除以时间，这个公式我们华文版就没有算啊。这个是当然我们高中会有在讲的，electric current 的一个 definition，它其实是 charge，defined as rate of flow of electric charge 啊，Q through a current conductor，所以我们是用那个 Coulomb。这个 C 是 stand for Coulomb 啊，它的单位。And then 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时间是 second，然后就会得到 ampere。Alright，那如果你要算 electric current 的话，P 是等于 VI，这样 I 就会等于 P 除以 V，像这个2.5 kilowatt 就是2500除以250，约减得到10个 m。OK，voltage 的话它是 joule。per coulomb，这个公式也比较少用到吧？你会看到它虽然讲了这个公式 joule per voltage V on a conductor is defined as the electric energy E used to move a unit of electric charge Q 啊，so 但是我们比较常用的是 P 等于 VI，这样 V 是等于 P 除以 I。过后3000除以12得到2250，啊，电费的计算，华文版我没有讲了，它是用 kilowatt 乘上 hour，然后呢，它就会得到 那个 electric energy in kilowatt hour 的单位了，然后呢，一个 kilowatt hour 就是一个 unit，然后我们就看它多少钱呢？所以一般上它有分，这边没有分啊，它就讲说哦5角钱，那请你算出来。3 kilowatt hour times，这一个算1/6了，1/6，所以你就会得到0.5 kilowatt hour 乘上5角，就是25 cent 啊，一半的意思。OK，所以大概是这样子了啊。